社会，人人拢艰苦，唔通少想别人会同情你的不公，当作看伊我太孤独，跟著别人的脚步，轰动的过去，啥人无？站在黑暗中，有沉重的气味，不知何时才会当返去你的身边。夜到向天通往边，甲命运吐一口气，真正的真意在倒位？青春的无敌，我的爱恨是伤心的记忆，我用气着镜子头顶一片天，我用生命换兄弟的志气，用自由换青春的目的，我的爱恨是伤心的意义，我用气魄拼出头顶一片特别官将手，对不对哈？对，小美第一次看到哈，对，我第一次看到，对啊，在舞台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怎么讲评。雅文老师，请说。秀琪老师好，你今天为了这样的一首歌呢，编造出这样的观众性，我感觉是，让我感觉是足大的力量来支撑你。你规首歌下来哈，我只在意一点，就是说，因为你全身都很重。头啦，内支啦，吼，嘿嘿，拢真重。你这个麦克风是上轻的啊，结果你就会失去平衡。你失去平衡的时候呢，你的音准会失衡，所以你一定要把音准抬得更平衡一点。你迄个丹田的力，明个藏伫手，你规身躯的力拢藏伫迄个手里，因为你要提迄支嘛，所以你规个藏伫遐的时候，你丹田就会较无力。哎，啊！你这是你爱唱歌了后，哎，你有这届经验，阿爸你就知影讲哦，原来我的问题出伫遮，原来有这个武器的时阵，我会变成安尼。那一个经验给你，这嘛是敢那你讲的，你发愿要做安尼做，妈做一个经验给你。既然你有安尼发心吗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加油！我没看过你这样子的表演啊，蛮特别的。那当然是因为你要表演又带这个又带那个，可能会。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你唱歌哈，但是整体的表演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，然后可以有这样表现，我觉得也很难得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